大家一起许个愿，爱你是我这一生只给你的对白。有个我们想听你听过的音乐，想看你看过的小说，我想收集每一刻，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刘涛。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。我是一个集体主义比较强的人，我希望我们的相遇，我们彼此的存在都能够让彼此更快乐，所以我愿意为之而付出。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。请上位高姐。对你我最熟悉，你爱最有，我却更爱你。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正是身不由己。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我自己，热情、勇敢、善良。粉丝陪伴了我很多很多年，这种相知相守的那种感受，其实是陌生又熟悉的关系，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关系。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，想象你失落的唇印，想象你失语的旅行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，如果我有留下。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老公我也相信现场的各位粉丝朋友，你们一定能够继续持续的努力的支持我们的涛姐，对不对？真好，爱你们，谢谢。其实我是希望做出一些突破，作为演员当然一定是希望能够尝试一些让自己很过瘾的角色。无需谢光，时光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涛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。